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豆哥游戏中。那刚刚咱们看到这个非常搞笑的皮肤，那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啊，叫做佩克拉的一个 mod。只要你有 PT 版本，你就可以给他打上这个 mod 皮肤。那佩克拉这个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身穿着厚厚的毛绒服，而且他有三个大辫子，插着可爱的胡萝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佩拉这个角色其实他是一个虚拟的一个主播啊，来自于日本那边的一个虚拟主播。本田穿上这个皮肤啊，是不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反差萌？感觉特别的搞笑啊！如果你有电脑版本的话啊，大家可以打一下这个 mod。哇，这个完全的就是一个非常反差萌的一个。骂的，好吧，感谢收看，喜欢格斗游戏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点击关注，也请大家能够点赞、关注、转发支持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